大人，这个我石某人今日就请押司帮我算上一算，那晁盖究竟能不能捉住。如此这般，我想跟大人打个赌，如何？啊，赌个啥？今日若捉不住晁盖，我输给大人50两银子。50两？若捉住了，大人输给我50两银子。好啊，就这么地吧。哎，高升，取银子来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晁盖。哎，往这边走。有要被打的晁盖，好，站住！捉拿晁盖，让他跑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砍刀！子儿，知县大人，哎，咋的？哎，捉住了！知县大人，那晁盖已经趁乱逃走，何观察带兵一路追到石碣村去了。哦，宋江一向时运不佳，今日又输了。哎，别忙别忙，你先撂下撂下撂下。不是说何观察跟后面又追上去了吗？亚斯，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抓不住晁盖呢？看起来咱俩的这盘棋还是胜负未决啊！该着你了，伙计，走吧。啊，说的是，说的是。王首领，大事不好，冀州派官兵来围剿我梁山了，已经到了水泊边上。我早料到有今天，来了多少人吧？远处看不清楚，少说有1-2千人。传令下去，各营守护寨门，水军弓箭手到水边埋伏，不得有误。是是。王首领，区区1000把人马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寻剑手啊，再杀周
上得的是阮小二，人称立地太岁，与晁盖素有来往。那船上就是晁盖，快快与我拿下！会水的下去喽，没有活的，死的也要。这水里有鬼。头领，可安心回寨了，官军已被全部杀死在水泊中了。可这是何人所为？哎，狗日的，他一刀来看看是谁！啊！你不是要捉拿晁盖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你可曾认识我？说，好汉饶命！小人也是奉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啊！好汉不见，小人面上刺字。